文明是什么，在哪里，也许你不曾想过。胡征明照顾半身不遂的妻子30余年，不离不弃，用坚实的臂膀撑起生活的希望，以责任诠释文明。吴大勇，自助早餐摊摊主，坚持每天为老人与小孩提供爱心早餐。老板，来份早餐。来前方里面哈，这里。信任顾客，自觉支付和找零。365天，以诚信传播文明。你不开心吗？为什么？郑璇，我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聋人博士，在3尺讲台把阳光带到无声世界，以关爱传递文明。列车即将到站，车门打开。沙坪坝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，点滴小事从身边做起。谭阳曾因见义勇为受伤，却无怨无悔，坚持与人为善。以礼让开启文明。工业居者李明素，退休教师，洪水中救出32人，言传身教，让正能量薪火相传，以智慧滋养文明。刘正明，80岁高龄，8年以来，每天自发清扫公路1.2公里。成为最美公路上一道动人风景，以奉献宣扬文明。文明就在身边，也许就是自己。每一步用行动见证，每一步以真诚传递。文明之路，你我同行。沙坪坝区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区，期待你的支持和参与。文明之路，你我同行。